我算基本上来说，它使用上来就是主要是它可以腐蚀你的像细胞之间的那个间接，让它松开来，然后慢慢的脱落，所以它可以腐蚀你的角质层，造成一些效果。比如说浓度低一点的，可能就是在角质层作用多一点点，会有一些去角质的效果，所以有一些像粉刺啊，或者是皮肤表面上粗糙的现象，它会有一些改善。那浓度高一点，比如说从 10% 提升到 20% 来说，它可以就可能会有一部分进入到比较深的这个表皮层，甚至到真皮层的浅层的部分的时候，这时候可以改善一些痘疤或者是纹路粗细的部分这样子。那当然更高浓度 30% 的时候，它可能停留时间就要更短了，这个时候它的作用深度会更深，所以我们必须 20% 以上甚至 10% 以上都需要医师来做操作。那 30% 的话，基本上操作要更谨慎这样子。所以它的适应症基本上会来自于就是一些剥除你的角质层的角质细胞，然后再来就是一些改善一些色素跟纹路的部分，甚至痘疤的部分这样子。